Hey, 各位会员朋友好，欢迎又来到 Lemon 的频道。今日当然要跟大家讲一下9月10日沙田安排了10场草地入马赛事的全场步速形势分析的第二条片。今日是星期五，明日星期六呢中午呢就已经有外国马了。Lemon 先祝玩外国马的朋友呢明日都是有好收获而回啦。咁啊，講到後日嘅賽事啦，咁就第二條嘅全場步速形勢分析啦。咁啊，講翻呢文對上嘅成績先啦。咁啊，揀咗兩隻玉成系列啦，咁啊贏咗狀元及第，咁啊另外嗰只叫董大啊跑第二啦。咁啊，另外每一次會出三至四條嘅全場步速形勢分析啦。咁啊，玉成系列啊，單單丁丁啊，講一隻馬個成長啦，即係喺阿 Lemon 啊，點樣睇住佢啲變化啊，或者喺我心目中啊，覺得佢係乜嘢馬啊？咁啊，全場步速形勢分析咧，就係俾嗰啲譬如連贏位啊、三重彩啊，甚至乎咧好運啲嘅，就睇下可唔可以啊估到個步速形勢啊，對邊啲馬稍為個跑法啊，結合埋啲馬房作風啊、檔位啊，咁啊馬嘅試習嘅速度啊，咁啊睇下可唔可以估到少少步速形勢啊，捉下啲鬼股啊，睇下盡量可唔可以咧，就係可以有機會全場分析咧，就係中到啲四重彩啊、三重彩咁啦。咁啊對上嗰日咧，四條片啊中一條四重彩，咁啊兩條重心連贏位都叫做中咗啦。咁啊以及咧就係Lemon話會投注嘅馬咁。就算那些場次我沒有度的，只要我有時間我會投注的馬呢，我每一次在Lemon事前 Live 都會講出來的。 那天只是選一隻就自然力量的，順利就贏了馬了。另外近來幫大家看集的，好像那些喜進區啊，很多試習試得好的馬呢都是交到表現的。今日講到第二條全場步速形勢分析啦，講到第一場直路直不拉1000米的賽事啦。咁啊呢一場馬，咁啊有一隻馬、兩隻馬咧，就本來就係因為從化馬咧就不能夠喺度跑，所以咧有兩隻馬就補上嚟嘅。呢一場啊比較特別啲添，依兩隻補上嚟嘅咧，原本佢哋唔係諗住跑呢個路程嘅嚇，好似苗麗德嘅宜昌湧區啦。以及鄭俊偉的投資有利咧，佢哋都係由第二組，即係第二個路程轉過嚟跑直路1000嘅，再加上鄭俊偉馬房咧轉過嚟咧，依度係有兩隻馬噶嚇。咁啊，唔知佢哋嘅鬥志係點啦。咁啊，但係各位買之前咧都要去知道呢一個資訊啦嚇。如果唔係嗰只馬點解跑咗過嚟，或者有冇機會跑過嚟，咁啊知都唔知嘅咧，咁啊比較上係即係好似就係唔明白佢哋嘅心意啦嚇。咁我預計啦，就呢一場馬未跑過嘅有中華叻叻啦、美滿星雲啦、神采勇士啦、宜昌湧區啦，跑過一次嘅更加亦都有鑽石寶寶。咁我自己覺得啦，擺喺前邊走嘅可以講話係不可擋啦。甚至乎近排跑1200啊，鄭俊偉轉過嚟呢日投資有利，喺1200咧成日喺出邊懟咗起上去嘅喎。今日加個頭罩，唔知佢擺唔擺到啦。不可擋嘅應該就可以做得到嘅。另外阿方仔嗰只神采勇士咧，亦都試過即係試習曾經都試過咬住個好位啦，或者唔會太慢啦。其實就未必一定有太多放頭馬嘅嚇。再加上Lemon上次我有揀嘅鑽石寶寶咧，上次嗰場係一場濕地嚟嘅，究竟呢只馬一出閘俾人阻一阻，另外喺個濕地上跑咧，今日如果佢經過乾快場地咧，咁啊會唔會又擺咗喺前邊咧，就難估啲。但係咧就預計咧呢只不可擋咧應該可以擺到前啲嘅。咁啊另外就係佢有個八檔啦，咁啊全場分析就係結合埋多啲因素咧。咁你八佢啊不可擋啊八檔係咪啊？咁你出12隻馬，九檔嘅快唔快過佢啊？咁啊宜昌湧區咧就試習就即係顯示就可能未必快過佢啦，九檔嚇。咁啊十檔嘅中華叻叻咧，亦都係有咁嘅同感啦。11檔嘅連理福將就應該唔夠佢快嘅咯啩。咁啊另外咧就去到12檔嘅神采勇士咧，亦都唔能夠實拿實齒話佢會快得過呢只不可擋啦，即係亦都有條件呢一隻八檔嘅不可擋咧，或者有機會咧就係攞到難嘅喎嚇，咁啊睇下呢一隻不可擋啊。
咁啊，呢一隻不可擋咧，其實上季到而家咧，只要佢跑直路一千啦、四啦、四啦、二啦、四啦、三啦、二啦，其實未甩過嘅，但係亦都未贏過啦。咁啊，再加上近嗰排啊，希威森騎三次咧，四三二啦，咁啊順序四啦、三啦、二啦。咁啊，我自己就覺得咧，呢只不可擋守住個一二位，甚至乎早啲cut埋難二三位啦。咁你見到佢七檔十檔咧，都係翻到嚟都係好短距離嘅啫。睇翻下佢上一次咧，就輸咗俾阿 Lehman 一出就話已經唔好睇少呢只極速奔神速奔馳啦。啊，另外嗰只萬事有琴日上都可以跑到入嚟啦。咁啊，睇下佢呢一場點跑，奇寶威落雨啊贏翻啦。同場嘅咁啊有萬里飛智啦。啊，不可擋啦，咁啊呢啲馬喺度跑啦嚇，睇下呢只不可擋咁啊點樣直路一千咧，就係好少話甩，但係就始終都未贏過啦嚇，咁啊呢一隻就係不可擋啦，亦都係希威森嘅，咁啊今日個檔位都叫做八檔啦，頭先都數咗入邊嗰幾隻咧，應該都未必夠佢快嘅，咁啊如無意外咧，應該都可以話有機會攞到條欄先啦。咁啊，隔離嗰只隆冬傳承咧，跑直路如果放到出嚟咧，都係一隻幾大步嘅馬啦。但係後邊你遇到嗰啲慢嗰只叫做極神速奔馳啊嚇，咁啊呢只嘢連嗰只咁嘅風流人物都啄埋噶嘛，咁啊食咗嗰條熱 Q 啊嘛。咁啊後邊嗰只萬里飛智上次除咗個頭罩咧比較差少少，失望一啲喎嚇。咁啊個入邊嗰只就萬事有啦，嗰只奇寶再出都贏馬啦。咁啊其實咧佢同神速奔馳啦，嗰只叫做阿方仔嗰只新馬咧，其實都彈開曬其他對手噶啦嚇。咁你今日有一個八檔希威森，亦都騎慣騎熟嘅，咁啊。希望阿偉達馬房呢只馬攞到條欄，即係若然入邊啲馬唔夠佢快，俾佢攞到條欄啦。再加上仲未交代嘅馬，始終都希望佢有啲鬥志喺度啦。咁啊，但係始終都係一場咧，好多新馬啦，好多都係你估我估佢啦。尤其是仲有啲上次我同大家講過咧，試習試得唔錯，加個眼罩出賽就冇眼罩嘅專才啦。今日就加眼罩啦。但係呢只馬上次又喘咗名喎，因為呢啲嘢佢跑得出水準又唔定，係咪啊？但係咧佢喘名又唔定嘅，都係一啲咧計時炸彈嚟嘅。咁啊，總之點都好啦。咁我覺得呢一隻不可擋咧，都可以咧就係揀咗先啦。第二隻咧就上次阿 Lehman 就已經揀嘅呢只叫做鑽石寶寶啦。其實佢上次出賽之前阿 Lehman 啲集咧，我都覺得寫得 OK 嘅。但係咧，佢曾經健康唔好話健康啦嚇，操練有啲放緩過嚟啦。咁啊嗰日阿 Lehman 都有揀日日營啊試習嗰啲起步咧。咁啊點知俾嗰只極冷門嘅一一三磅嘅洛家福咧，就短距離啊啄咗喎。咁啊同場嘅有連里福將啦，咁啊菲力大帝啦，咁啊睇下呢一隻咁樣嘅鑽石寶寶咧，曾經放緩過嚟跑上場咧，咁啊今日咧就。短期之內就已經係跑第二場咧，咁啊睇下佢會唔會話個健康踏入翻正軌啦。咁啊呢一隻啦，一出閘啊俾人撞咗落去嘅灰馬啦，咁啊留得比較厚啦。但係呢一場嘅賽績咧係比較難印證一啲嘅，因為個當日個地咧係有啲黏黏地噶嘛。咁啊前邊隔離嗰只就係連里福將啦，後前邊嗰只啦，隔離呢一隻就叫做咩幸運之神啊嘛，好似咁啊呢一隻咧就係鑽石寶寶啦。其實佢後邊咧都追得唔少嘅嚇。佢留得比較厚啦，你見到隔離嗰只連里福將都成日鏟入嚟噶嘛，其實佢仲後過只連里福將，走勢又唔規矩啦，喺度左撇右撇，左撇右撇。但係你睇下轉咗只腳之後咧，佢都係有追嘅。咁啊點知俾偉達嗰只落乜福咧？隔離嗰只咧就啱啱啄贏咗喎。咁啊連里福將啦、隆冬傳承啦、入邊嗰只起跑啦，其實咧呢一個第四翻嚟咧，即係。即係除咗講話冇運氣之外，都唔知講乜啦。咁啊，連里福將就喺呢一度啦。咁啊，今日個場地就可能就唔會有落雨噶啦，所以睇下呢一隻鑽石寶寶咧，究竟喺一個正常場地會交到乜嘢水準啦？尤其是上次咧，佢係曾經操練有啲放緩過嘅，今日咧就整咗課細集出嚟啦，即係叫做出嚟跑完一場咧，都有再彈翻個細集啦，即係動態上都積極嘅。咁啊，睇下呢只鑽石寶寶今日會唔會有進一步嘅表現啦。咁啊，第三隻要揀嘅，我都會揀翻呢一隻阿方仔嘅神采勇士啦。試啲集咧，
大致上我都覺得是 OK 的，都係大致上我都覺得是好的，佢都是有一個靚檔啊嘛，咁啊都係揀咗佢先，再揀埋佢啦。咁啊第四隻咧就開始有啲煩啦，葉楚航兩隻啊，鄭俊偉又嗰啲咁嘅成堆人啊，蘇偉賢啊又有啊，未跑過嘅又有咧。咁啊左揀右揀之下咧，咁我都係揀翻咧信翻呢隻有十一檔嘅連理福將啦。有一場咧佢係曾經有意外咧就跑得比較差，葉楚航馬房咧呢一隻嚟講咧。都叫做大致上跑得準㗎啦嚇，即係大致上都叫做準㗎啦。咁佢都係跌埋一心一意咧，跑直路一千㗎啦。咁啊，所以就揀咗呢四隻先啦。有乜呢文事前 live 先至再同大家吹水啦嚇。咁啊，希望各位聽日玩外國馬嘅朋友咧，就精精神神啊，贏多啲啦。咁啊，另外咧就星期日咧就更加可以希望各位咧有好成績啦嚇。咁啊，先揀咗四隻馬嘅，咁啊揀咗呢一隻咧。如無意外咧，希望佢攞到條難嘅不可擋啦，未交代過嘅，應該有啲鬥志啩，偉達咁啊，揀咗不可擋啦。第二隻嘅就揀翻我上次就已經覺得佢操練有啲 kick 哩卡啦咧，但係我都照揀嘅，呢只叫鑽石寶寶啦，上次輸咗啲運氣啦。咁第三隻咧就揀咗六號呢一隻神采勇士啦，試習大致上都覺得可以嘅，咁啊揀咗佢啦。第四隻嘅就揀一隻喺阿葉楚航裏邊嚟講咧，都算係除咗紅旺之外咧，佢都算係其中一隻比較準嘅馬啦，就叫做連理福將啦。咁啊，希望各位贏多啲。咁啊，今晚呢文事前 live 咧，九點鐘我會擺個直播連結喺社群啦，十點咧就會開始進行咧，咁啊呢文事前 live 啦嚇，咁啊今晚見。